例如啊，小怪癖，睡觉喜欢抱着袜子睡的，小白内裤穿兜里。我有但是我不想说，他有但是我不想说。放一个自己的怪癖吧。怪癖啊？嗯。怪癖啊？没什么怪癖啊，我每次上完厕所洗屁股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每次上完厕所洗屁股，上完厕所洗屁股，上完屁股。你怎么会说那种话？太耿直了。换一个怪癖，怪癖还没什么怪癖啊。怪癖啊，我有个坏习惯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吃完那个饭，我总是剩完最后一口呢，我怎么都吃不下去。我晚上睡觉我会抱条毯子睡，比较有安全感，不要告诉别人。A 站、B 站，视频网站吗？我知道 B 站，我不知道 A 站。我知道 B 站，我不知道 A 站。我和王景瑜呢，现在之后肯定也会有合作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个人和个人，我们都会有自己更好的发展嘛。因为王景瑜他也会去接别的戏，然后我呢也会去接别的戏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还会在一块儿合作。那你觉得以后会有机会跟他那个？有机会最好，没机会争取。主要还是看自己心态。你看自己这种，我做事就是一种什么心态呢？就是我不害怕做后悔的事儿，但是我绝对不留遗憾。